啥呀？小时候玩过吗？哎呀，这大乐坛那家整的那些玩意儿呢，都放寒假了都。那这帮孩子每次一天都干啥都是，这一块生就打五块，这不好吗？得说呀。得，那玩意儿我自己玩。你瞅这，放都长青毛了都。哎呀，都给我得了得了。嘿，来，我来搂一把。你说这帮孩子们打不上吗？他也不琢磨，他也笨。第一回你咽这个茶，速搂。哎，如果劲儿不够，你下回你多咽一点，他不就有了吗？你打不上，你也不琢磨，你怪谁？你看到这儿多一点，速，这买了吗？你说呀？但是我也得琢磨琢磨呀，这玩意儿你不让他尝的甜豆，他也不玩儿的。看来我还得把我西哥，是我西哥，得给他安排上。不给他搂着五块上，我看这玩意儿也没无人问津了。就是心情难配合，得说呀，哎。哎呀呀！呼，嗯，哎呀，没事了，哇！